surprise. Sound the alarm. I'm coming up. We'll have a ball. I'm sweet like a buttercup. Your Barbie doll. Show them all what I'm made of. Strut down the hall. Won't stop till I get enough. 就在今天GHK G17 Gen 5正式开卖，这边就快速带大家开箱一下这一支期待已久的 G17 吧。那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讲起，滑道前方形成的直滑纹路，使射手可以根据作战状况做枪支的操作。握把采用点阵的直滑纹路，以及取消手指凹槽的设计，使各种不同手型的人都可以舒适的握持。握把自带有加大的衬裙设计，使弹夹在着陆的时候更快速又方便。滑套前端也有锁口设计，以减少枪支在着陆枪套的时候因角度问题而卡住的几率。另外有双边后定卡榫，左撇子的玩家们也可以方便的操作。扳机扣牙部分大约落在 2.8 公斤左右，滑套部分采用铝制滑套，所以操作上更轻盈顺畅。滑套使用 Slaco 烤漆，加上授权刻字，质感上不输卷山。在材质方面，除了插销、后顶卡榫、火控与附近黄色钢制件以外，滑套本身是铝制。枪本身是 MOS 系统，可另外购买瞄具转接板，以便后续加装瞄具使用。至于内构部分，Hub 座椅有做重新设计，其他零件也有做调整，所以在零件上 Gen 3跟 Gen 5没有办法全部通用。初速部分平均在90到95左右。虽然少了钢制的强劲后坐力，但是以4500就能入手一支GHK G17，喜欢的各位也不妨可以入手看看哦。